类似的秘书长有关的表态，我们一向认为中美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美合作可以办成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中美对抗不符合国际社会利益。中美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事关中美两国和世界的当下和未来，符合中美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互动愿望。当前中美关系遭遇严重困难，原因在于一段时间以来美国政府单方面挑起事端，肆意采取一系列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方利益、严重破坏中美关系的言行。美国一小撮政客出于一己之私利，蓄意煽动反华情绪，挑动对立对抗，美方上述倒行逆施不得人心，已经并将继续遭到中美两国各界有识之士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强烈批判和抵制。我们敦促美国个别政客从中美两国和世界各国人民的福祉出发，认真倾听国际社会的呼声，摒弃陈旧过时的冷战思维，客观看待中国和中美关系，同中方相向而行，推动中美关系回到协调合作稳定的轨道，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